由台北市篮球委员会举办的62年独家昆明篮球锦标赛，是从今天晚上7点钟起举行揭幕典礼，由主任委员郑慧芝主持，全国体协理事长李玉琦、名誉主任委员于斌和全国篮委会理事长严庆林等都应邀在典礼中致辞，勉励参加比赛的选手们要努力以赴，增进球技，发展篮球运动，同时也推展国民体育。这一次昆明篮球锦标赛共分7个组，年龄分别在18岁到12岁之间，有127个队参加比赛，盛况空前。他们将比赛到8月5号才结束。今天晚上揭幕以后，台原和电信进行了一场表演赛，结果是台原队获胜。